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分享这个一拳超人最强直男的需要你帮忙。好，那么一样点击左上角人物头像，然后在左方这边就有兑换码，然后我这边就可以输入兑换码 OPMVD22，OPMVD22。那这个是情人节的祝福礼包码哦，然后这个期限只到2月15号，所以要赶快兑换。然后我们点击点确认。可以拿到140个钻石和3个文章补给券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现在又有什么活动？应援等级，启动闪耀应援棒可以获得形象卡、水龙、水流。好，每日赠礼音速 Sonic，这边就全部都领一领。持之以恒形象框。哦，有拿到10个身心补给券。第三天，等级奖励20等的等级奖。升。好，再来，福利，每日签到。接着是日常，买体力，买，再来是，哦，这是要储值的，全部都领取，好，再来呢，背包，现在有一个专属招募券，还有3个文章，然后这些选择箱，我现在也不知道选什么。然后还有经验任选箱，要重要的现在有30张，那我去找。那42级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招募哈，现在有什么可以招募的吗？有 King，还有另外一只，我们一样继续召唤这只好了。限时招募券。需要消耗22个钞票，就是真的要，我们先免费召唤一次。深海破坏者。Z 市の怪人情報見たか？十字剑。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抽到一张任何的 SSR 角色。这个真的要花蛮多时间在玩的，不能直接挂机，至少都要上线打打副本，然后一些活动，还有工会的 BOSS。现在很明显，这个怪物的血量都变硬了，好像也越来越难打。这蚊子还会吸血。很明显，我们的伤害都太低了。他为什么都喜欢打这上面呢？他不是打下面可以打到2次吗？好，最后一下，他是按个按钮，发射炮弹。
这真的蛮难的，我们应该先来提升一下我们角色的能力值。打到后面一定就打不过。看一下角色养成，应该直接通关十次。哦，老旧的车站，油头侠。我们现在体力很多嘛，应该都可以直接提升。再来是我的甜心假面，嗯，你甜心假面还不能提升，限制解除。修行的话要消耗技能点，这个后面才可以提升。这个也是，提升到21级了。英雄和怪人的挑战开始了，这应该也是先从 C 级开始练啊。英雄怪人，这里可以看奖励是什么，然后玩法，使用怪人或悬赏犯角色挑战英雄关卡，使用英雄挑战怪人，然后两边都挑战成功就可以来到下一关。那我们这里就一键上阵了，我们怎么哪来的铜地？为什么我没有铜地啊？对吧？还有吹雪，这个是他原本就有的是吗？哦，这是助战。四个英雄打一个。刚好这种单体攻击很适合我们的甜心假面。通关第3032个。再看一下好了，三节棍利益我们没提升完。忍者，ポチッとな。要打蛙男，要打精英副本，我们好像都没打，怎么才两颗星啊？可以跳过吗？成功三颗，领取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这个《一拳超人最强直男》的需要你帮我分享及试玩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喽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